到了，现在到清境了，我们到清境了，可是天气看起来有点快要下雨了，天气不太好。我爸他们要去星巴克，然后我在这边录影，在这边录，等一下再去找他们。山上的饼干每一包都封起来，超好笑的。漂亮。毛发真的很漂亮，那五班的呢，五班的呢，来来，他脚好长，真的很长，五班的，他咬你，他咬你，再给他改，他要到处咬，你来改改，打屁。啊，无拢也无关，也无关，看下乱在看。我觉得看不到这样，超雾的。好冷哦。我的麦克风掉地上都没发现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。哎、欸，阿好船，有个一支嘞。啊，对吼、哦，真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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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错了。最近也钓一支小船，真是，真是。两支小雨伞，咱平时呢，我想要搞个照片，看到，哦，他的手好温暖，嘿嘿嘿，他的手好温暖，这样拍看起来像孤独老人，孤独老人的背影。
他的头被切了。那个山真的被切了。哎呀，被把它切掉啊，切掉，盖一栋房子。断头山。出来玩还在玩手机，怎样不行你？啊，出来玩还在玩手机，不行。那你不会在家里玩手机就好了。我现在好想上厕所，我好想上厕所。我要放尿，嘴巴变色。妈妈。终于到了，好，找到更好运。为了拍锁死，我也被一个人丢在后面了。干，他们跑了。你要握那个头。妈，要被你骑死了。